游览车是一台一台的来，就是要就是暂停在这个地方来看这个火山泥浆。那因为人蛮多的，就在录影中，所以就不想讲话。那这就是另外一处源头，刚人蛮多，所以就直接搭到后面去。那这就是他们知名的这个火山泥浆，然后也有很多面膜，不过我不想买，因为面膜我有很多啦，我都没有常常在用。那就分享给大家了。托鲁瓦MUD MUD 执行。Shit, this is a lot. Oh, yeah, look.